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听嘅系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市场推广部嘅 Lowell。今日同大家导航嘅产品系 Panasonic EHST63 面部美容仪，佢嘅离子技术可以有效咁将皮下嘅污垢带出，并且将护肤品带进肌肤嘅深层，再配合呢个温感按摩，可以舒缓同埋暖肤。分别有以下呢四种模式：导入亮肤模式、导入保湿模式、导入温热按摩模式同埋导出清洁模式。以上呢四种模式可以同时配合离子同埋温感嘅功能使用，而唔同嘅美颜模式亦都可以配合化妆水同埋护肤品一起使用添。佢呢个圆角嘅三角形温感感应头设计系可以无死角地咁保养，例如系眼下边或者系鼻翼呢啲位置都可以照顾到。使用方式好简单，你可以配搭化妆棉。如果使用一啲有维他命 C 成分嘅化妆水，就需要揀翻亮肤模式，将化妆水倒喺安装喺感应头嘅化妆棉上面，再按呢个电源掣揀翻清洁、保湿或者系亮肤模式。再揀返离子嘅强度，同埋你可以选择埋温感嘅温度，然后将化妆棉贴靠喺肌肤上面，以轻柔嘅方式移动按摩成块面。你亦都可以配搭面膜使用嘅。今集丰泽产品 GPS 就嚟到呢度啦。今日为大家介绍嘅产品系 Panasonic EHST63 面部美容仪。有兴趣嘅朋友可以上丰泽网站，同埋记住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。当然都可以去门市揾我哋嘅同事了解多啲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